弟买了一份大的花生麻薯来吃。哦哟，对，因为它刚煮好而已啊，其实热量很高哎。你喜欢吃麻薯哦？是吗？我天啊！妈妈常常带你吃麻薯吗？那你为什么特别想要吃麻薯？因为很好吃啊。是啊、哦。这很大哎，你真的吃得完吗？一个不需要一个。你说你要吃一颗而已哦，那不就另外一个我要吃了？如果没关系。你可以吃完两个。如果我剩下来的，你可以吃啊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尽量吃好不好？不然宝宝吃太多我会变胖。你原本就很胖啊。我没有原本很胖，我是因为吃太多你们吃剩了才变胖。啊！本来是只要产线产线。哇，你很会吃货。